为爱启程，爱注意，就是爱注意。只要多注意，遵守交通规则，每个人都可以平安回到家。由基隆监理站所举办的摄影比赛成绩出炉，冠军来自台东的刘家豪，以长串三轮车为主题，提醒大家交通安全的重要。那地方是台东博雅大道，看到的看见很好的样子啊。我们基隆站这次办理这一个活动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到就是道安扎根交通安全的那个摄影比赛的活动来唤起我们民众能够更加的来重视交通安全大家在无论在走路啦或是骑车啦或开车的时候都能够随时就是聚精会神的爱注意然后能够安全的出门平安的回家那你才能够常常的陪伴你最关心最珍爱的家人。基隆监理站举办摄影比赛，很感谢基隆客运协办以及二信中学、培德公家、民江幼儿园热情的参与。基隆客运也制作了大型广告贴在车身旁，呼吁民众多留意，减少交通事故意外。我们非常支持这个道安扎根的活动，有十部车都有贴这个广告，可以让大家共同来支持这个活动。从注意安全、为爱启程的观点出发，期盼用路人遵守交通规则，守护自己及他人的安全。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